全准备好了，陛下。宾客们会在8点到达。是吗？但我不会来。这可是国宴呢，你是国王，你一定要出场的。马基德，看看你在桌子旁边放了几张椅子。12张。没错，也就是说，我是第13个人。打扰一下，我应该把这盏灯和这乐器放哪儿呢？放那边。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，陛下？13是一个不幸的数字，而我可不想遇到任何不幸。梯子、黑猫，还有破碎的镜子，我这下肯定要倒大霉了。我的陛下，你根本不用害怕这些东西，他们不会带来厄运的。小心驶的万年船，还是拿点辟邪的东西吧。让我来给你讲一个小镇的故事吧。那里的人都非常迷信，但是一个小男孩给他们上了重要的一课。你看到了吗，爸爸？这是不是很厉害？厉害？你什么时候能够好好的做点正事啊？但是我很忙啊，你看。这东西有什么用吗？也许可以造一个更大的，夏天吹着就很凉快了。村里的其他孩子都在学习有用的技能，打马蹄铁了，修篱笆了，挖井什么的，而你却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没有用的事情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借的，是一本关于探索的书。知道吗？在世界的顶端，从早到晚都能照到太阳。我们不住在世界的顶端，奥马尔，我们住在太阳每天都会下山的镇上，这才是真实的生活。快点去干活吧。干完活以后，奥马尔陪着爸爸去见小镇上最德高望重的人。哦，祖辈，求求你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，我完全看不清字了。把猫头鹰的蛋、蟋蟀还有孔雀毛混合起来敷在眼睛上，你就能痊愈了。哦，太谢谢你了。我有办法。来，透过这个看看。哦，我看得好清楚啊。你在干什么呢？透过水看东西会不太一样，你瞧。没用的黑魔法而已，想要让你的眼睛变好就得听我的，快去。我很抱歉，祖宾，我的儿子不是故意不敬的。你来求什么？求雨，庄稼快死了。是我们庄稼快死了，这还怎么过呀？爸爸，为什么把猫头鹰的蛋、蟋蟀还有孔雀羽毛混合起来能治视力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有些事情我们不用去弄清楚。但是奥马尔想弄清楚。第二天，他去见了拉莎那位老奶奶。是谁？你眼睛上是什么？猫头鹰的蛋、蟋蟀还有孔雀羽毛混合起来的药。我给你带了这个。天哪，这能帮你看清字。是谁干的？谁把驴腿上的绳子解开的？我呀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，小子？你是脑子生锈了吗？什么？你难道不知道把驴腿绑住才能求到雨吗？大家都知道这个。不是啊，对，这太蠢了。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。你的行为让雨云之神非常愤怒，他们也许再也不会降雨给我们了。真的说再也不会有雨了。魔法！这个棍子让我的树着火了。什么棍子？这个小男孩给我的魔法棍。又一个黑魔法。不不不，这不是魔法，这只是一个放大。先是阻挡求雨，现在你又放火。不是的，你听我解释。住嘴！你会带来更多危害，这个小镇再也不欢迎你了，小子，离开吧。这镇子滚出去！没错，快走了。因为让父亲蒙了羞，奥马尔很内疚，他觉得他不在小镇的话，大家会过得更好。所以他趁着夜色离开，跑进了深山里，把驴子的腿都绑在一起，实在是太荒谬了。而且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魔法。
是你擦了那盏油灯吧？是神灯精灵，我还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精灵呢。我才不是精灵，还有那是我的，还给我。我是纳兹姆，你是谁？奥马尔，刚才怎么爆炸了？哦，是一场小实验。来吧，我展示给你看。木炭、硫磺还有硝酸钾混在一起叫火药，呵呵，很厉害的哦。那是什么？啊，这是我花了8个月才做出来的。喝茶吗？奥马尔和纳兹姆一起过了一周，学习了很多新东西。真不敢相信，你竟然在这里住了30年。我以前也住在小镇里，但是我被赶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发明。哦。拿着。你的笔记。现在是你的了。嘿，你和我一起回小镇去吧，给大家展示你的发明。不不，我年纪很大了，这里就是我的家，你去展示吧。第二天早晨，他收拾行囊下山了。当他回到家，发现爸爸不在家，于是就去镇上找他。我们还要扔多久啊，祖宾？爸爸！你不是让你走了吗？你们在干什么？看到了吧，他就是不下雨的原因。把沙子扔到空中，这样可不会下雨。看，我这有本书，还给我。又是黑魔法，是邪恶的咒语，快毁掉它。对，毁了它，快毁了它。放开那个孩子。毁了它。纳兹姆，把书还给他，祖宾。你们两个认识吗？我说过让你永远都别再回来了。先等一等，也就是说他是把你赶出去的人？我不会让他把你也扔进山洞30年的。原来你一直都待在那个山洞里，这就是你的黑魔法吗？不，邪恶的咒语，毁掉他，烧掉他。你要干什么？把那本书给我，也许我们也应该读一读这些书，而不是烧掉它们。这本书里全是谎话，你都没读过，怎么知道是谎言？祖宾能和云沟通？没错。哦，这简直是一派胡言。你怎么可以对祖宾那些人？就是天神不将水赐予我们的原因。那好吧，我们只能用事实来证明一些事，就用这个。那是什么？木炭、硫磺和硝酸钾的混合物。什么？就是火药。看到了。你也能让天上下雨吗？不能，不过祖宾说他可以。你们愿意的话，可以傻站在这儿和他一起扔一天的沙子。等等，回来，别听他胡说，我才是你们的领袖，我还是能求雨的。你们要做的只是像我这样单脚一直跳就可以了。哎呦，好了吗？好了。谢谢你。欢迎回来。不住在山洞里面感觉有些不太适应了。哦，你好聪明啊，而且好帅。但是我会适应的。你瞧，迷信会让人做出一些很愚蠢的事情来。马基德，给我在晚宴上安排一张椅子。遵命，我的陛下。啊，愚蠢的迷信才不能让我退缩。今晚你也来，就14个人了。好吧，抱歉失陪了，我还有事情要做。什么事？去解开驴腿上的绳子。